哎，我的小宝贝，举起高脚杯，我们来聊聊你新工作的机会。喝个脚杯，喝个脚杯，这才对。哎，那个小伙子，你得发两杯，我们在聊正事，哪儿轮到你插嘴？对面吹，对面吹，哎呦不到位，规矩没教会，工作要掉队。我说你看着我干嘛？受伤，管他谁是谁，受伤，管他谁指挥，受伤，管是非是对，受伤，受伤，受伤，在这里就没有你说话的受伤，对安静的世界有多大的受伤，吹牛逼付出代价要你受伤。学习网络上最流行的样子，好学习找辨识度，你应该模仿他喜欢。